历史步骤记录应用，在视窗这边有一个功能，要先跟你讲一下。在哪里呢？底下步骤记录。什么叫步骤记录 ？Photoshop 吼、哦、很占机的，因为它功能很强。拉开来，移到边界拉开来哦。这是你曾经做过的事情。来，我想回到这个步骤。我想回到这个步骤，点了，这曾经做过的事情，你看见吗？哦，后来这个步骤我们做了这个，那这个步骤是移动，这个步骤做什么？移动。啊，后来再用橡皮擦，看到吗？后来把这里涂掉，它可以回复好多个步骤，这边直接点就好了，这功能非常棒。一般就 Ctrl G， 在 Photoshop 提供这个按钮，它叫做视窗的这里。你曾经开起来做过，当然还是有限制啦。哦，你先看懂了吗？我一开起来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跟你介绍这个，后来做了这个，啊，贴上另外一个图，后来调变形、调大小，这里，啊，后来做到这里，这步骤记录在这个地方，这是非常过瘾的，你可以试看看。那顺便跟你讲，哎，老师，步骤记录可以多少呢？每个软体都有一个功能叫编辑的，在这里偏好设定，每个软体都有这个功能，几乎。开起来吧，我开起来一般。来来来，有看到还原的次数吗？我们看看，界面地方，所以啊，这里先不要乱改哈，这里先不要乱改一下这个，啊，效能啊，这边有告诉你，这边可以做事情都在这里，游标的长相的这个，后面又再跟你提，啊，后面又再跟你提这个，有些地方，哦，一下子我也还没找到嘞，这里。这是它的设定值，界面的地方，界面老师，我看黑的看得真不习惯呢，那么改白的，都在这里，不过黑的看起来比较醒目了。这是它的预设，啊，预设在这里这个地方。那档案处理，自动十分钟帮你做存档，都在这里。那这里先不建议你改哈，啊，效能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没有这个再调这个？好，来 ，Photoshop 用多少机体？这个 MB 啊，这机体啊，用了4G。用了4G 哦，哦，可用还有6G， 要8G 又比较合适一点。我才开那么一点，我开的什么东西而已，我不就开这个图而已呢。啊，如果多开几个图哦，我、哦、它就有点吃力了。啊，游标的地方你看一下，游标正常，游标大小，那、啊、透明的可显示啊，尺规游标都被秀出来的。啊，这个这套设定，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这个编辑的偏好设定，我们来关闭一下。啊，等一下你先试一下，就试一下历史步骤记录，这个这是很棒 ，Photoshop 提供很棒的效果。Thank you.